其實是很好玩的，即除了覺得即個胃的負荷有啲大之外，因為始終拍節目，未必真係咁多時間去拍，可能一日要拍三間咁。咁我自己有胃食咧，可能中間有啲得意嘢啊、甜品啊又想試，咁變咗除了個胃的負擔之外，其餘一切都是 perfect 嘅。天氣又很好啦，我哋拍到啲好靚嘅 shot 啦。跟住餐廳又好好啦，跟住 Jarvis 又好好啦，威先生又好，即係對大家主持之間又好好，拍攝組又非常之好。係咪呢啲飲食節目你都未拍過嘢？未啊，第一次，其實第一次拍綜藝節目，咁所以自己都緊張嘅，因為除了做訪問真的會這樣去講嘢之外，其實很少 roll 住個鏡頭自己係咁講嘢，即係如果認識我的人都會知道一 roll 機啦，我就不講嘢。咁所以係逼住自己有一個新技能咯。咁今次形式係俾稿你啊，定係即係任你自由發揮？冇稿啊！我希望有稿，但係冇稿。反而係咁。係啊，所以我都等緊出街，我都好緊張。